是更重要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其实我的体质很容易变胖，常常不小心吃就变胖，加上我也蛮爱吃的。那前一阵子因为我要出书，所以我请自由时报帮我发了一篇新闻，然后他们也帮我拍了一些照片。但是那时候我实在是很胖，大概58公斤，接近60大关，看起来怎么也避不掉摄影机这样，所以那时候看起来效果是真的是不太好，我觉得影响到我的幸福发展很多，让我的经纪人都觉得哎，现在怎么变这个样子这样。后来我想说我一定要去想一个办法比较适合我的减肥方法，可是因为照过去的减肥方式的话，我就会一减就会先瘦到就瘦胸，那我常常把我胸部就瘦得变形这样，那我只好靠着吃的胖胖，然后这样这么看起来还是白有这样子，可是这样没办法，全身又变胖，这样不太好。后来有人帮我介绍来到纤体，那我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我很担心说，因为他是靠那个帮你有一些手机按摩方式把油挤出来嘛，那我想说会不会很痛，可是我发现我来这边试过一次以后呢，我发现我还可以一边睡觉一边享受，等我醒来认识以后再量一下真的就瘦很多，还包括我的那时候他帮我做一些脸部的嘛，然后包括我的脸啊，像这边的那个骨头还有这边都变得比较明显，然后脸变得比较瓜子，所以纤体的体雕现在是最合适我的，因为它可以根据我要瘦的地方就帮我减我要瘦的地方，像我如果要瘦腰的话它就帮我按腰，然后我说我要瘦手背他们也帮我瘦手背，然后我吃只要正常的吃就可以了，然后完全不用说很辛苦的节食啊，然后担心会瘦到胸部啊，所以胸部形状到现在还是维持得很漂亮，所以我很感谢纤体的好手去烫伤，所以呢，我请这种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他这边右手臂没有办法做塑身，对不对？你只能做我的手臂。我上个礼拜看看这边，你看，就为了他烫伤，所以少推了一两次，所以他现在手臂是大小边。这边对，这边很清楚大小只的哦。这边是这只右臂，然后我也没有刻意挤压哦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这边也是。哇，两边真的差异很大，对对对。还有腿也是啊。因为那个时候很努力的摩擦这边，所以这边会比较凹，这样本来是直的这样。女人到了一个年龄，最害怕就是脸部、胸脂，还有就是气色非常的暗淡。当然还有一个大家也是非常担心，就是长赘肉。你不要看若萍这么瘦，最近呢因为熬夜拍戏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腰围越来越粗，真的非常的害怕。还好我接触了纤体营哦，纤体营那个老师啊，双手这样按摩按摩，真的好舒服。我发现我的腰围真的变得曲线非常的漂亮，而且非常的紧实哦。因为之前若萍也在外面尝试过，就是束腰这样按摩。说真的，除了非常痛之外，回去之后就发现轻一块，紫一块，哇，还让你感觉更累、更不舒服。但是纤体这边呢，让我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轻松。像若萍真的，整个那腰身的曲线呢、非常的好之外，那个紧实度也让你感觉整个曲线更完美了。最重要还帮我改善了一些女性方面问题哦，出现的肠胃。上厕所的小麻烦了，今天是不是要开心的，我想往上行动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许浩平。我相信每个人人生呢都在寻求三件事，第一个呢就是健康，第二个就是快乐，第三个是轻松。在健康方面呢，纤体营它就用一种最自然，而且呢经过30年慢慢的体会研发出来的一种最好的瘦身的手技，来帮助我们能够非常的健康，而且还能够净化我们的心灵。至于在快乐，那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乐在工作。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够志趣相投，那么在纤体营这样一个经过30年用心开发研究的最好的塑身的手机，而且能够让我们工作在一个愉快的环境里面，这真的是一种最快乐的事。此外呢，我们也要提到，那就是大家非常希望能够理财的轻松。如果一个制度非常健全，而且环境非常理想的一个工作的前景，自然我们可以把我们周遭的理财轻轻松松地做。所以我一直在追寻的就是这样一个健康、快乐和轻松的人生。也相信你是和我一样的。像我们像古装戏的时候其实都包得蛮紧的，你胖你瘦其实都不会有什么感觉，就只有那个脸而已，所以有时候
那像我有时候你休息的时候啊，就是反正就不管了，又不上荧幕，就吃啊，就干嘛啦，所以就是都会胖起来。那因为我朋友以前他们都是吃那个减肥药，其实我也吃过一阵子，可是真的很伤身体，对，真的整个身体的机能都坏了，所以就变成说你还要花更多的钱，然后去调养自己的身体，那不是得不偿失吗？对，所以这一次我能够接触到这个身体，我也是不乱说的，因为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我在这圈内啊，我说话都是蛮正经的，我也不随便开玩笑，那就是有人要找我代言或是怎么样，我也是都是必须我先试过，是我才对我才肯去做说明，对，那这次我真的就是亲身体验嘛，那不但我就是因为我是很懒得保养的人，那每次来做一次，我回去就觉得摸一摸，皮肤好好，然后摸一摸，又滑，对对对，就好滑哦。然后我就跟我妹妹啊，因为我妹妹还没做过，我就跟我妹妹说，哎，来摸摸看，摸摸看。我每次回去就叫她摸摸看，她就觉得你好烦哦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叫我摸了？我一定要早一天，一定要跟你一起去，对啊，一定。嗯，最近要比较轻巧的时候就用这个。